这王母娘娘哦，才一顿的钱哦，已经有够我甲同好哦，吃几个月了，才有钱啊！钱啊，我也够享受。嘿，啊，想袂到彭小姐哦，这么贤吃呢，啊，身材哦，竟然有法度维持到这么好，佫是佫这么水。 真正唔知这张家人到底是咧想啥，竟然歪掉啊！唐人心买的拢是文玲爱食的物件，文玲失踪绝对甲伊脱不了关系，甲地条的一定找着文玲。喂，我唐人心，你叫赵家人滚走啊，紧想办法解决。 在山区啊！你这样子来山区啊？对啊，我正唔知呢。你安尼一路对我来个遮，是有啥物鬼事啊？我啥物人对你啊？我根本唔知你伫警察内面啊。对啦，我问你的问题你也袂回答呢，那怎样子来山区啊？我无疑问来回答你任何问题啊。你也知影，文林假失踪，佮故布疑阵陷害我。 这都是犯罪行为，你该倒三工，你就是共犯，你敢犯犯罪？我真正唔知影你到底是咧讲啥咧，我敢若知影彭小姐已经失踪三工啊。实在哩，对啦，袂记甲你讲一件代志。 子婷巴肚内面的囡仔有头颅发育不全的问题，你等于甲文玲讲，卡叔伊若阁会记，伊是子婷的妈妈，都见出面，可肯伊查某囝。我讲嘛，心情歹，食啥拢歹食。啊，这个歹食哦。 诶，你敢知迄一个马卡龙哦？我会当变两个排骨便当诶，你阁无好食哦。哦，唔好加载，我拄则是通好我吞掉。你的歹哪里像？你有讲话听，就当做是讲一个笑话互我听，安尼我心情较好。这白人咨询的内容哦，我平常讲出去啊，这是职业道德。你真正叫是讲你是心理智商师哦？讲，许明凤问你啥物？ 这白人隐私，哥，啊，就讲有一个查甫人哦，已经敢那成了太监同款啦，啊，伊惊伊无说个，从这比如讲出去哦，也有麻烦啦。沈高中，王总裁有这问题哦？嗯，是啦，不是恁高中啦，伊讲哦，恁高中哦，先讲哦，无讲介大长，要唔讲三十岁同款，佮你变变去。许明凤，你话是钱？两万。 你这等哦，会当讲是一千哦。请两万，应该可以脱离十万好不？二十万，你嘛较拜托的。以许明凤的性格，二十万多好赢。你开伤低，伊会叫是讲无效果。你开二十万哦，伊一定更较歹你。而且我即马住伫山顶就乖呢，我煞一条名牌毛毯。 二十万多好呢，二十万哦！吼，我叫是讲我安尼讲攀啊，已经足强啊！哎，想要到你要买迄个名牌哦，比我搁较够讲攀啊！可讲你是诈骗集团，你真正是不良着诈骗集团的。你看迄个张家良，骗我唯一生两个囡仔，搁把我所有财产都款走。
这才是真正的诈骗集团。哦，来来来，虽然讲这牛排店起哦，哎，也唔过勿紧啦，恁两个斗斗波也是足胖的啦。好、哦，来来，啊，啊，高坑来哦。我警告你，后盖不准对我用这番动作，我感觉就恶心。唐仁心，你去开门，我在你内面。你去开门哦，你若不开门，我就要冲你去哦。唐仁心，帮我领，你别搁比啊！我知你是来宾，你想要即摆紧出来，我阁会当好好甲你讲哦。啊，若无我若是冲入去，我都无遮尼客气啊！嘿，唐先生，你也在我家。方文琳，原来你比你家，这次换你跟这个骗子和我抓奸在床。聊什么搞啦？你是来聊汤日新的搞哦？刚刚那两个，哦，汤日新男女通吃啊？无啦，我认真一招来冲啥啦？哎，张家的。你还破来坏的好事，你到底有啥毛病啊？你即马若是跟我们走哦，我去报警哦，我准备告你哦，擅入私人领域啊！今日无法找到文玲，算你好运。也毋过文玲的失踪，甲你绝对脱不了关系。你想甲我说你，后一遍卖互我抓到。我就讲汤发财无可靠，你都唔相信？你看啦，我张家人找到吼。若不是你电话较在意，我早就给抓回去。唐仁心，你的路向军中应该是去别个所在，你却直接回来，就等于是你家己暴露行踪。若不是我强定调的，哪有付外人安抚冯小姐？吼、哦，我正想要讲你，外人安抚冯小姐，你嘛来找一个较像的，我找到迄个梦露。甲彭小姐气质差这么多，一点也拢无像啊！真正是，伊敢不是你的女朋友？你捌做伙过敢不是？我喏，我哪有甲伊用的？我甲伊是哦，小毛，看起啊，足高贵，安尼外表淡薄冷冷，甲冰山美人同款，吼，就像迄《冰雪奇缘》内底 Elsa 同款，有无？也够啦，哎吼，有淡薄大小姐的脾气。有时阵哦，阁会晓使呢。我咧感觉足巧，也毋过，阁足温柔诶。我人就喜欢听笑。彭小姐，真正莫安尼啦，我保证，我以后一定会注意啦。哦，而且哦，我有一个重要情报要甲你讲啦。啊，拄则我当时要甲你讲诶时阵，尚在张家良都弄起来啊。是啥物情报？哦，就关于着彭小姐伊个查某囝张小姐。巴肚内底囡仔，敢若有淡薄无拄好啦，敢若啥物发育不全，爱跌掉啦。你讲啥物？这敢毋真实？彭小姐，这一看就知影是一个生日，超过一百就进掉的。你若是去，就中计啊！就算不到，我嘛要吃。可是讲我的计划成功啊，差别牺牲子婷的未来，啊你是怎么赢了无？我要去找子婷。你不愿意去，你若是去，会破我全部计划。你无感情，你唔知虾米叫做亲情。我万分张家良，啊唔过我爱我的查某囝子婷。
子婷比正经人更加重要。这不是小刚重要的问题，你若会出现，和张家良争掉，会影响我的布局。我再讲，张子婷那边有医疗团队，可以安排照顾，无需要你。什么叫做无需要我？无什么团队，会当比起让伊心灵妈咪陪在伊身躯边，更加有意义。我不管你安怎讲，我绝对要去找子婷。这两件事，请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我一看子婷好不好？就看一下，我确定平安无代志。假死是你家己决定的，这个局本就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才拄开始尔。伊就叫你冲动，张家良现在等一下你，伊就上吊。即个合作方式，我无得给他斗相共。放你！我拄则讲，你袂用去。我无要去病院，我去外行行散步，敢袂用的？反正你拢知影我的行踪，我想欲走嘛走袂去。是的啦。啊，本来是讲哦，要带你来遮看星星的。不过即摆天这么好，唔卖讲是星星啦，就连月亮哦嘛看无。歹势呢。星星甲月亮，啊，唔是你叫伊出来，伊就会当出来。而且你查包哥呢，从我来山顶，所看袂到星星甲月亮这么顶正常。啊。对啦对啦，我就是一个乌龙茶包啦。啊，若是无出包，就无参就是我。哎，也毋过我嘛是知影呢。就算讲哦，这 A 计划行袂通，嘛都爱有 B 计划。来，这开关你试者。最像。你是安怎啦？你怎唔讲话啊？啊，你搁咧生气哦？啊，是讲你无介意这个物件？我爸甲我细汉时阵常常骑个公车爬落来送我。有一届我心情无好，经过遐，想要去行行看看，我就看到内底布置甲，参像你即摆布置同款遐尔细。原来是阮爸为着要安慰我，特别安排惊喜。伊阁放金色烟花给我看，伊阁摕出银包给我做伙耍。伊甲我讲，我永远是伊的小公主。是讲唔知影我今麦变到安尼。敢阁有迄个资格做伊个小公主？我爸真早甲我讲过，伊讲张家还袂信任个，偏偏我就是不爱听。我即摆真正足后悔，足后悔，我嘛感觉足对不起子婷。自己出生个大汉，我拢是用错误的方式来爱伊。今麦伊面对人生的困难，我所抱的陪在伊的身躯边，我真正感觉伊做妈咪的足实际。我就想要马上冲去病院甲伊揽掉的，因为回一下室内，妈咪无好好爱你。妈咪真正感觉足对不起你，